Hello,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andarin Corner。我是 Eileen。近几年，我经常看到关于中国单身男性去越南买媳妇的报道。在我老家也很流行买越南媳妇，其中有几个买了越南媳妇的人还是我认识的，所以今天我就来跟大家讨论一下为什么会出现买越南媳妇的现象，他们是怎么买的，买回来后的生活又是怎样的。首先我们来看看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，主要有两个，一个是中国的性别比严重失调，导致普遍地区男多女少，娶不到媳妇；另一个是彩礼太高，娶不起媳妇。1980年中国政府实施了独生子女政策，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，多生就会被罚款。但对于大部分中国家庭来说，男孩比女孩重要，因为男孩能传宗接代，并能在父母老了的时候赡养他们，所以很多夫妇会选择生男孩，怀了女孩也会偷偷打掉或送人，但这却导致了现在中国男多女少的危机。国家人口统计部门预言，到2020年将有3700万名男子娶不到老婆。目前在中国达到结婚年龄的男子已经比女子多出1800万。加上多数农村女孩子都去大城市打工，所以农村的女孩子非常的少。正因为男多女少，女孩的价值被提高了，结婚的彩礼钱也随之增加。就拿我老家来说，结个婚男方至少要准备20万，可对于家境不富裕的农村小伙子来说，这笔彩礼钱可不是个小数目。然而中国人非常重视传宗接代，特别在农村，没有什么比娶媳妇生儿子还重要的了，所以才会有很多农村小伙子选择去越南买媳妇，因为价钱便宜，他们能负担得起。那具体怎么买的呢？现在有很多涉外婚姻介绍机构提供介绍越南新娘的服务，有意愿的单身男士需要先交一笔定金，然后由婚介公司组织一起去越南相亲。找到喜欢的女孩后，就可以去到女孩家与她的父母见面，并与女孩相处一两天。如果觉得合适的话，就可以马上结婚，办理相关证件，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能把新娘带回中国。如果新娘娶回来跑了，在一定的时间内，婚介公司还会免费
再介绍一个越南新娘。在我的老家，有很多超过了30岁的穷单身汉，个子不高，长相不好，当地没有女孩子愿意嫁给他们。这些人也会选择花钱买越南媳妇，但他们不需要去越南，而是有人从越南带女孩子过来给他们挑选。价钱是8到10万，但我听说这些越南女孩大部分都在结婚1、2年后逃跑了，有的生了小孩留给男方，有的连小孩都带走了。他们呢，很有可能是来骗婚的，因为现在有很多犯罪集团拐卖越南女孩。将他们卖给农村娶不到媳妇的男人，等拿到钱后又帮他们逃跑，然后再把这些越南女孩卖给下一个男人，继续骗婚赚取利益。其实，不管在中国还是在越南，涉外婚姻介绍机构都是违法的。而受害者多数来自农村，没有法律意识，不知道买妻行为是违反中越法律的。一旦被骗婚，报警也没用，最后只能自认倒霉。所以啊，这种买妻行为是存在很大的风险的。我能理解人们着急结婚的心理，但这种买回来的婚姻是绝对不靠谱的，也没有什么意义。最近几年呢，每次我回老家过年，村里人啊都在说：“哎，娶媳妇难。”记得有一次，我看到一个爸爸骑着电动车跑到各个村。看到人就问：“哎，你有没有还没嫁人的女儿呀？”还有去年呢，有媒婆想给我介绍对象，我说我有男朋友了，然后媒婆居然跟我说：“没事，先见个面吧，如果看上了，你可以跟你男朋友分手嘛。”天哪，我想大家为了娶媳妇。都疯了！好，感谢你们的观看。看完之后，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？有的话可以留言告诉我们。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内容，也愿意帮助我们继续制作这类的视频，请考虑去 Patreon 上给我们一点支持。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提供了一些小奖励。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去我们的 Patreon 页面看一下，也可以通过点赞或与他人分享来支持我们的工作。最后，请还没有订阅的人订阅我们的频道 Mandarin Corner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